我就是给你们老师放大会，我们英语检讨会到时候上来。他会给你讲什么的呀？啊？他们说也是看他们说的小学黄皮课没说，他们说是这个英语说质量差，没那个比你说时间前八年的我们那会课的谁管？说没说后面？那没有，那都是他不可能叫他会客，你们都没说好谁管呢，他咋可能叫他会客嘞？反正就去年那一年，他们十几个镇上的十几万谁都到我们那儿客去。我知道，他给你你跟他说没会客了，咋搞？这个以后咋搞？说没？还有他们在那儿都说是，说是那个会客会还没说会客还没有，他们也没跟我们谈事儿，就是客。你跟他们可谈，不是他们跟你谈，老爷子你俩搞不明白呗。你要不主动跟他们说好，人家不会来接的。你要是愿意让他一辈子在这儿待着，那都不可谈。你要是不想叫他永远在这儿待着，你就主动去找他看，不是说叫他们找你看。你咋我跟你说了半天，你咋听不懂嘞？相当于我是刚申请到的吧，说以后。你咋说的呀？我说行啊，你那个刚给你改决啥事？他给你改决啥子？你叫他给你改决啥子？我家改决放他们回来吧。不回来咋搞？回来以后他都不上房了。谁小伙在上房谁负责？这些事儿你都说了没？这个事儿，别的他们都说了的。咋说的？我说我没有给一顿钱叫他们不上房了。你这样跟他们说的呀？写了个东西没？你有这东西看？你算什么人呢？没有。你也看金盛琴？对呀、啊。你认识他吧？怎么不认识？认识算不认识？他是他什么人呢？朋友嘛，就说了嘛。我没问他。他在外打工。前面这个。我们人家政府人交代了，除了家属，其他人不让看的。不准看，不叫来看。啊，那你出去吧，好吧。这里也没有看呀，怎么这里不能在这儿？那你先出去，一会儿带他上来，让他爸看一会儿，好吧？啊，你先出去，一会儿他来了，让他爸看一会儿，好吧？朋友，你那个你要不让他出去，要么你也不看，你们商量一下，你要看的话，你让他出去吧。啊，你贵姓？姓徐，是吧？徐焕英副市长。对啊，那不是那为啥不能看呢？因为人家交代了，只能亲属看，知道吧？你不是亲属不能看。亲属，我是他朋友啊。朋友跟亲属是两回事儿。我是他朋友，你明白吗？好吧，你要不看就算了啊。好了，就赶紧出去。不是，薛部长，这是你说不让看是吧？不是我说的，人家政府说的。不是我说哪个政府说？你们行政院为什么要政府说？为什么要政府说了算呢？这不是他监护人呐。患者还有这个家属来看望这个，如果说他是患者的话，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要不把东西留下，你走，好吧？不看就算了，留下就走。啊，您出去，您出去，您出去。对呀，都是。行了，薛部长，我不难为你，我出去，你让他出去见吧，不能太没人道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这个薛护士长。孙医生，我能不能问一下，我为什么不能见呢？因为你不是他的家属。啊？你不是他的家属。我是他朋友啊。朋友。啊？家属可以见。那没有道理的。怎么叫没有道理呢？对呀、啊，那你就是说，大老远来看他一趟，你让他不让见，他也不是犯人，他就是说，政府把他抓进来，就是他就是保命而已，就是政府啊，就是把他关在强行关在精神病院里，这你也知道，对不对？他也不是病人，也不是犯人，那为什么？你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，那不是岂不是跟这个蹲大狱没什么区别了，对不对？总应该有一点人道，是不是？孙医生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呢，你不用急着走啊。不是什么话，我还有事情。那个您就是金汉琴的主治医是吧？就怎么了？不怎么，就是这个，那他是就是说他进来是政府，是就是他是怎么进来的呀？他是怎么进来的啊？对呀、啊。作为你来讲，我无可奉告。无可奉告。嗯。凭啥呢？这个东西的话呢，并不是我第一个去看的。不是你第一，就是医生不管你一个。就我的住院的时候我来管。住院的话你来管。但是之前门诊这个东西那也不是我管。啊，门诊的话不是你来管的。他没有经过门诊，直接就给抓到这里头来了。去年9月22号。咋可能？这你清楚呀、啊，你或者你问一下你前属的医生，9月22号，2009年9月20号给抓进来的，今天都2010年3月15号了，啊，3月18号，今天3月18号，3月18号是吧？
都已经这个时候的半年时间了，你想想，半年时间真的这个是不是够漫长的了吧？对，是吧？那你们这块儿就是说什么时候放它呢？这个东西，那你所以广义也不可能永远这样。